嗯，关掉，大家看，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不是啊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不妙，都已经快结束了，分数才一半。然后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隐形 Note？ 不是吧？这样试试看，我觉得会得到什么结论。感觉超不妙啊，就是这边有一堆东西，等一下那个黄黄的东西，哎，不是哦，哼，原来在结尾哦，这就是那个 note 吗？这样，什么鬼啦？我再试一试。
等一下，那个黄黄的东西是不是也有藏东西？拜托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叫我啊！我看到了，这旁边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刚。真的就超可疑啊！没按到，他是不给你按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也不想管了，太夸张了，我觉得不 OK。